何培正开店 ，Masuki 合作，恒生新抱 Sensation 老板娘何培正 Anina 开设嘅 LCA Beauty 精品店，寻日就喺 W 酒店举行开幕发布会，出席嘅嘉宾有周国峰夫妇、罗可璇、黄大业、庞董贞儿、丁子高、庄思敏同埋傅嘉莉等等。至于同 Anina 合作嘅徐淑敏，佢嘅自家品牌 Chef 护肤品亦都首次进驻该店嘅专柜。Anina 就话：今次开精品店投资咗七位数字，除咗着重产品嘅功能之外，更加会大玩包装。我哋咧会差唔多唔同节日咧会推出唔同品种嘅礼物包装。咁譬如话就系中秋节咧，我哋就除咗有头先话黑咗名嘅礼物啊之外咧，就会特别咧预备咧用新鲜花整嘅兔仔摆设，因为中秋节啊嘛。咁譬如话情人节咧，就像我头先话斋啦，有个熊仔嘅花摆设，再加朵玫瑰花喺中间，就好似送咗玫瑰花俾女朋友咁。已经系三子之母嘅 Anina 忙于搞生意，老公有冇炸型咧？其实佢Anina 就话忙完新店嘅工作，就会准备大仔考小学嘅事，不惜做怪兽家长。暑假已经报读国语、足球、游水同画画嘅兴趣班，希望仔仔能够能文能武。至于佢一对龙凤胎，唔经唔觉已经一岁啦。